女性价为一百房车，整车长宽高尺寸分别是5940、2110、2825，黑色的车身更加的富有豪华感，前脸镀铬处理，前唇更加时尚，前后都有雷达，LED 全自动的大灯，全自动的雨刮，侧面电动加热可调的后视镜，带360全景影像，房车专用的轮胎。前置后驱的驱动方式，无钥匙进入，一键启动。适电接口可直接从新能源充电桩充电。基于客运版的底盘打造，采用正向研发，后驱后双胎，承载力强，刹车距离短，流媒体后视镜，行车更高清，倒车影像，倒车更可视。侧面3米乘2米遮阳棚，黑色喷漆处理更协调。外置抽纳厨房，户外水电口，重力加水口，150升清水箱，70升灰水箱，翻折式踏板，中沙门，2.0T 柴油发动机，功率110千瓦，峰值扭矩375牛米，电子助力多功能方向盘，ADAS 2.0安全包，ACC 自适应巡航，车道偏离预警，车道保持，自动刹车，法国邦奇6A7自动挡变速箱，10.25寸中控大屏。主副驾安全气囊、主副驾座椅都可旋转，上方 4K 高清流媒体后视镜、行车记录仪，顶部房车大管家，控制车身的灯光与电器，JBL 的4个音响，电动升降的桌子，二排座椅靠背倾斜角度比较大，驾乘更舒适。推拉窗均配备有防蚊隐私内窗，48伏单冷变频空调内机，外机装在底盘下方，制冷效果好，能效比高，非常静音。上铺可翻折，下铺更舒适，长度均是1.95米，宽度下铺90公分，上铺80公分。封闭式卫生间，赛特福德合适抽拉马桶，双进漏设计，内部配有暖风出风口，镜面柜，颈部双向的换气扇，毛巾架，洗手盆，表的细节设计也非常到位，这是漱口杯，冷热水的淋浴喷头。热水通过韦巴斯特的采暖来供应，有暖风有热水，热水即用即有。格兰仕微波炉，冷冻冷藏分区设计的100升冰箱，吊柜内部加强金处理，无异响更实用。中门进门左手边是厨房区域，1200瓦的电磁炉，冷热水的洗手盆，下方3公斤的洗衣机，侧面还有一些储物空间，上方取电接口，手机充电的 USB 接口。中门进门上方液晶面板结合机械按键，配备48伏的双发电源管理系统，带有法雷奥的双发电机，怠速1小时充2度电，行车1小时充3度电，配有7.2度的磷酸铁锂电池，3000瓦的充力变一体机，用电更无忧。这款房车中的黑金刚，您喜欢吗？欢迎试乘试驾。